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你等你收听的是青农市集 On Air 直播，我是大米。今天的是12月24号，你如果还在听广播节目，很可能你正在车子里在赶着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或者是也准备晚餐，然后也要去过平安夜。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那么在乎是不是跟信仰有关，但无论如何，今天就是一个超级令人开心的夜晚。大米还是在这里，而且找来一个很特别的农友，想跟大家聊聊天，来跟大家开杠。这位的是郑信泽先生，阿泽，伊嘛要来跟人工作餐。阿泽你好，你好，主持人大米你好。你又咱安尼讲出来，跟人讲郑信泽，讲你做餐，什么拢无够加介绍？你又全台湾会有偌济人知影郑信泽是啥物人？我嘛唔知。你应该心肝头心里有数，大概可以猜到，应该是有真济人知影我是啥，对吧？应该。你即马已经一年多嘛？放出来两年多啊，但是。哦确定是伫个，无最确定是伫个旧年的11月20日。那有当时啊拄到青粉人会甲你认出来，甲你拍招呼的无？嘛是会啊。是啊、哦。我会啊。拄到安那拍招呼的。那是郑信泽呢？是郑信泽呢？每次看到偶像，郑信泽。就从我要来之前，我去立法院找朋友啊，结果伫个你坐电梯咯。都拄着这种情形啊！哎、哦，郑信泽呢？但是伊家己是输在遐底下咧念嘛，底下咧叫啊，无讲。郑信泽你好。所以你感觉讲真像我过来甲伊讲，你好啊，嘿，对，我是因为伊无甲你当面子，你嘛拍死。伊是甲我看啊，但是我嘛是微笑带过。哎呀、啊，你都因为哪讲正人捌得我，咱唔捌得正人，同款意思，就是公众人物的一种受宠啊。受宠，你故意是讲这是受宠，你对啊，因为跟一点关系啊。不，是因为大家关心啊，唔知我都加上这个评判我。从我拄要来电台之前，我走先去台湾演艺评判协会，拄好以后提到一本司法院公报，伊来对再审。无罪判决伊个公告，所以我就看了感觉，要平反不是大家拢有机会。我感觉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代志。你讲冤狱平反的这个公告里面，你的名会当出现底下？伫个司法院的公报里底，因为是无罪判决但是拢爱公报，爱公告就对了。伊该做一个公告出来咧。真的是有够不简单，所以。真歹讲哦，青龙市集红叶人哪有法度请郑信泽来开讲？我就是抓准了，哎呀，你有种田吗？而且我是拄好我去关心宜兰咱做田的朋友嘛。对。因为我自细汉厝的就是咧务农咧做田嘛，但是伊是一个，我讲后香港的啊，后迄个大陆新加坡的大陆的拢有，拢过来啊，伫迄个伫宜兰遐咧种田，但是因拢上。属于今麦人讲诶，叫自然农法。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就是哦，但是我当时看到因第一点书，因咧破坏自然农法一寡农事的过程，我感觉讲这都登起较早农业社会，够用牛咧产迄种农事的工程啊，我感觉今麦要看到这种工法，应该是少之又少，爱有心。20几岁的少年了呢？对啊。因为想法不是讲一般人，人即马像讲即马的农民，伊想讲啊，无我爱田种的稻啊，我要爱收成较好，伊就爱用农药，还是用化学的，也增加伊的产量。但是自然农法伊是讲较粗俗的讲是。放生的哇就跟布的不要插的不要去管他也是要去烤草啦我意思是说除了烤草以外他就没有用化学肥他就没有投油不用糖材他就没有去投油不要去用这种伤害
动物的物件，来讲破坏环境的都买得着。系啊，所以讲感觉因袂算啊，惊倒头路的感觉的意思。啊、我就感觉足不可思议。我就讲半工就走去宜兰，去因看参观者，而且去看的较好啊，真实的讲，伊用赛道呢，伫个田中拍掉，迄是真正是讲哇，就无机械化，啊，就无行车啊机，拢爱靠日头，靠人工，但是靠对啊，但是你个无拄定啊，你像拍车，我即马拍车，我嘛是用拍用日晒啊，但是爱有拄定啊，爱有空地，你叫我都拍车啦，但是无拄定变啦，就是用赛道呀。赛道就是伫个田中创鸡啊，鸡、哦、啊啊，甲迄野猪啊挂起来，规张挂张头，规个做做人甲吊伫迄个鸡啊顶，得高顶。好样的，行哦，跑得。伫个拍，嘿，啊，你落雨嘛是记载了啊。啊，你讲宜兰，你有看到这个情形？哎，对，哦，好有趣的画面，哎呀、啊。结果你学了嘛是家己想要饲的对吧？不，唔是，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迄种是爱有能力。你像我现在家的人、爸爸已经八十了、已经年岁多了、你这种功法是要有、能力的东西、需要能力的东西、但是、你要请人不好、有的人说、你现在的做法、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不算说我现在人我们就做田、土地面积、不太大，只是差不多三分半地而已，挂起来的话、之前就都高农会，但是我感觉高农会那个、利润就不符合、我们付出的那个劳力、所以我感觉不然就自己用日晒的方法、自己来贩售、增加那个利润、所以我感觉、有些事情的话感觉还是比较要有付出才会有得到那个回馈、你的米自己有品牌叫做尽责米哇，你的品牌佫好了袂歹，因为我是叫阿泽嘛，你阿泽嘿，哎呀，我是讲希望你们进来买阿泽贩售的米，哦，进来买阿泽的米，取这个尽责，但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因为我失去住十几年，但是这十几年我拢无对厝的尽了责任，所以讲即马倒来厝的，厝的咧做产嘛。因为是大人年岁有啊，就想辅助啊、辅助啊，是讲继承也好，就是爱尽这个家庭这个责任啊，所以讲尽责，很契合、所以就取了这个尽责，取得很好。我跟你个人是真欣赏。我想到阿泽你独家讲的失去自由十几冬哦，对啊，咱啊。真正爱服务一个，真正唔知啊阿泽是虾米人的人啦。基本简单讲者，今日青龙世纪杨月直播，都是啊跟咱开讲到哦，竟然够去参观宜兰的农民，啊家己本身都是庄稼囡仔，苗栗万里，诶庄稼囡仔，阿妈今年啊好奇别人做产的方式，这主要咧嘛是甲伊失去自由十几冬有关系。唔知影讲，外口即马咱农业农村内有遮尼济以前唔知影的代志啊吼。对。所以郑信哲阿泽，伫咧古尼2017年11月20号，即天哦，你的 FB 啊，我有看到你有讲一句话，你讲哦，每一天对我来讲拢是学习。宏观上久啊，拢用要袂记咧安怎生存啊？嘿，这位死刑冤案的平反者，死刑冤案平反者郑信哲，我今日嘛想要问的是，阿泽，你敢会连正餐嘛袂记哩啊？因为当你判死刑确定的时阵，你就认为讲，你啥物就拢无希望、无寄望、无愿望，所以讲，逐项拢放弃嘛。放弃，你一寡会向的时阵，你就会刻意的啊，跟他讲，该放下放掉，所以讲我唔知用想讲，因为即马有迄个机会平反啦，所以讲，敢若个个救倒转来迄种感觉，所以我唔做这种光环，对。尤其伫咧尽责米，我讲啊，这特色个嘛，真特地讲个，像你拄只有讲到，即个家己手工就是拍米的，日晒米的部分嘛，啊伫咧。万里其实迄、那个，那像你即马即季的稻作，稻啊收起来，晒日头的时间嘛无偌济啊，对吧？哦，秋冬的日头较无啊闷，较无啊炎，所以爱晒较济工。像即摆你话，你晒的过程讲，个毛去拄着落雨天，落雨天你就爱看布棚，爱休，袂使晒啊，是，爱看看雨棚啊，啊你。
你又走去倒着淡，你又要再拍几六天，比较辛苦。不过你也知道这用日头拍的米特别好吃，对，因为它会变成比较 Q， 比较黏，而且它还有日头拍开。对，这样不吃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日头拍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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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都有听说这方面呢，我实在修容很多都是自己也是这样一些很酷强的个性，他感觉就是虽然说现在没人在日头拍开就要来做，不不是他一些附近的农友说，你是怎么要这么没用，你就去行车啊，行行的就好啊，那就这么辛苦了，在那里白在那里冰，但是这就是我们爱的那个东西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大自然的东西不是用机器我都要带。阿哲，你这说话的这个开口，我是不敢相信说你失去自由十几天呢，尤其是刚才死刑这件事呢。哦，是这样啦，你的这个想法都很现代啊，都无缝接轨到现在。没啦，不是啊，因为在里面也是有收音机啊，也有报纸啊，也有电视，虽然失去年轻的自由，但是跟社会资讯没切断嘛，对啊。所以一出来可以让你生活会比较踏实，这样倒倒适应新的生活，你感觉务农处理在增加农村这件事有什么影响和帮助吗？这次没有，因为是大人年纪多啊，他们体力有失啊，一些初冬已经比较不好了嘛，这就是就要我们倒三天啊，对啊，所以没有第二个选择啊，对对对，做餐就是一定要回来吃，但是做餐真的不过工啊，不过工的意思是没办法生活的意思，对，因为现在的物资哇都这么贵，对啊，你看我们去工厂上班还是去都在这头路两个月级的时候啊，现在说的是 22K、哦、你也知道 22K 对吧，现在 23K、固定一个月，但是你做餐的有的人、做大片的、做几个家地 但是有的人小农最可怜的是小农，他只做的只那个面积只一丝而已，几分地两三分地，那是不过工的。你的故乡的改变呢，十四年来你也感觉又这样回来看到的环境、毕竟时间是最无情的嘛，你虽然你无住，但是别人在住了你无在叮当，别人在叮当啊，所以说你外口一定也是有变化有改变啊，尤其是人日子在过有都会变老，所以人事有会变迁的比较大，老的老啊，死的死，都会比较变成说会比较有失落，有失落，因为消失了十几年的那个时间，所以没去接触到，这就有一种失落的感觉。那在适应这方面的适应，因为这适应是真的是爱向前看啊，爱向前看，我们今晚想要冲啥吼，咱就来冲啥。你嘛无法度想过未来，因为想过未来，因为刚才讲啊，你叫我们适应啊，失去迄个希望、寄望，想过久的时阵，你还无法度一声就讲，你搁恢复正常等下咧。是啊、哦，就那讲的我在那里的时候用半死刑如果老人执行死刑的时候，我都会设身处地说现在那个人是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想法，当时人家的人是什么想法，所以这种变成说有一种后遗症，你知道吗？对，有当时我听到说还有什么人执行死刑的时候，我会慌神，如果那个人是我，变成我会回去那种情境，但是 这种感觉会持续又醒起来。哇，我对对对对，你像这样形容我就感觉我用要心中用要动不了不然这就是一个过程，不然就是你已经经历过了但是这就是一种过程嘛，过程在你的人生的这个经验，有很多团体民间组织什么团体还有你的律师都这么倒三天，这大概大家看新闻消息都有啦，像说还有包括当然台湾冤狱平反协会、台湾废除死刑联盟、还有民间司改基金会、还有余力共同厨房，所以我们说来
要讲到余力厨房，欸、因为你也讲做餐袂过日，所以你阁去兼咧做中埔西嘛，伫余力厨房上班。因为我伫晚的时阵，暗时兼做夜市啊。哦，你讲以早是不？哎、欸、对，以前那餐的工课爱做，咱就来做啊。暗时那个早夜市啊，伫附近啊，附近啊夜市啊摆摊。啊，拢做一挂迄个小朋友啊，煮啊台啊，哦，啊是下个鬼啊，哎呀，迄种五六成的，诶，单头啊，啊嘛吧嘛有去餐厅做娱乐区的餐厅，因为是也做合菜，哦，啊，所以讲本来就有就伫咧厨房出去的迄种经历，迄种经验嘛。啊，拄好放出来了。伊阿讲到余力共同厨房的时阵，这个单位是应该是讲邱显智律师哇，伊去看先的啦。嗯，我讲你知道吗？因为余力共同厨房因是一定噪音啊，啊因有咧帮助家暴妇女，嗯哼，啊有一挂些司法诉讼程序需要律师，啊所以伊就会。都拄啊去甲邱贤智律师有合作关系，嗯，啊啦，每一摆咧甲邱贤智律师咧开会，啊，邱贤智律师弄诶，自露性行销讲啊，郑信哲是一个胖胖死样诶，啊，管理台中看守所足可怜，拢无人去关心。刚刚尾啊，因到伫2013年七月就开始第一次诶探视。刷来就是每一个月固定的最后一礼拜拜四，嗯哼，固定饭菜去找你，对，去办会客，办会客，啊，还看三要到三年，但我看到一直到我2016年5月3号办出，嗯，哎呀，啊，这应差不多是三年的时间啦，啊，每一届拢会炸会客菜，特别那去第一会客堂啊，你甲我问讲，啊，你喜欢食什么菜？想要食什么菜？啊，拢就甲我问我，啊，我拢话讲，无紧啦，你着穿啥，我着食啥。嗯哼。伊个问讲，啊，你讲较特别较爱菜，就讲无紧啦，免啦。啊，你着想讲啊，一摆做这，啊，后一摆咱着卖做这，啊，就是每一摆拢做无同款啦。啊，这三年时间都做200多道。哇塞！啊，但是。因是一间婚食餐厅，做诶，做车诶、啊，但是我伫95年开始接手，哦，我91年关，然后啊，甲在95年确定了，我就开始接手。嗯哼，因都为着你爱做熟食的便当。啊，因头一摆是做车诶，回客菜去，啊，听到我讲接手，哈，因真正足惊讶，讲啊。啊，接手变哪？接手变哪？因是做餐厅，啊，所以讲因都去尽量去研究，啊，就逐摆来问我，拢问我冇见啊，恁穿啥或者啥？啊，因就是有一种，恁敢若讲，要变化，嘛要调整看卖。对，今仔日即马，餐厅嘛是有供应素食。哦，是因为你开始开出素食的菜单、啊。因为即马食素食的人口已经较侪啊，啊，所以讲，你若去餐厅人，如果要吃素的话。啊你如果做素食还是素食的时候、嗯、啊其他朋友就没办法做回来这个餐厅，啊所以你要拓展你的客源嘛、嗯、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收获啊，嗯嗯嗯，对，我也是说过话所以你是带着报恩的心情，是报恩的、啊、所以去那上班、应该也是这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是那时候刚好也在做刑事诉讼，因为开始再审嘛，你的司法程序还是要走，还要开庭嘛，啊你近在台中高等法院较近嘛，啊所以讲就近，啊就底下一边工作啊，一边开庭，嗯哼，是安尼，对。哦，拢在中部，在台中家，对。所以大家想要吃这个。已经吃200多路的这个余力厨房的菜，结果今晚我跟你做。不，因为不是专做素菜，因为是、哦、因为是那个传统的手工菜。嗯哼，不管哪一种传统料理耶，对，真不简单，拢是废手工的，手工菜。是，你敢干那负责素食的菜？不，不是啦，因为你厨房我是不是主厨、哦，是帮厨，是呀，你备料之类的、哦拢爱倒三工，所以你要是食素食的对。对，我还是吃素。按算要食偌久？我嘛唔知道，因为我感觉，我感觉
一昏死哇，我没去受到他的诱惑、嗯，没有那个欲望，想要吃的欲望。那讲回来，你讲哦，伫咧家家来内面失去自由，遐尼侪当出来重新去学讲要安那生存生活这件代志，拄好你出来，其实不管是接触土地拄好做田，还是讲你就是伫厨房的工课来讲，我感觉就是上基本人就是巴肚啊顾饱的这个技术，你拢无问题呢。嗯，还好啊，还好。所以这你感觉讲做田一个田庄囡仔呢，有一片土地底下，大家伫咧咧出格了。因直接去做菜，你讲个这有啥物特别的意义无？我是感觉讲，因为我经过四年确定，对人生有个另外一种的体悟。嗯哼，比如讲人生是无常的，你像讲我明明就无做做这件代志，但是你确确实实去后判四年，佮确定，只是差一个讲哦，你有向一边无一边尔。嗯哼，啊，这个过程这个经历，唔是普通人会当去拄着。所以我对于这种平淡比较崇尚自然，我感觉顺其自然就好啊，厝在创啥啊，即马咱当做会当啊，咱就尽量去做安尼就好啊。有阵嘛是爱去帮工对吧？去换工，搞换工无？有啊，我即马嘛是赶快搁伫伊里上班啊。我是讲农业上的，甲其他农友搞换工，因为咱即马拢是机械化。拢是钱啦，拢用迄个人民新台币去换啦，无用人工去换，拢用新台币。不过你有兴趣讲要来实验看卖啊？要是来做传统迄种靠人力的，卖什么拢靠钱安尼无？较困难的是，因为毕竟换你也有人啊，自家你也有人。像讲宜兰那边的朋友，是因为是因拢是有志一同，因会当讲好我。现在这区产我负责啊，另外别个人负责另外一区，一区想要创啥好，咱这群人是规个，不算因做一个团体，跳三工一个团体，啊规个拢集体行动，但是负责的人，负责人你就是出力的人，出本人，嗯哼，啊伊这是较早换工一种方式，所以我感觉趣味的所在就是这。好像很复古一种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才走去遐，去遐参观。我伫家己个身躯上，这是较歹去安尼做的。对，因为即马做产业来讲，有个人轻松已经习惯了，伊无多学倒当个辛苦一种感觉。会当省力嘞，都讲省惯习惯，那有可能不过等于。就是哪讲个，我咧拍车个时阵，一挂社会人啊，有个人啊，已经退休啊，然后坐伫树下卡。要看哪凉啊伫遐开讲啊就看我咧编册啊拍册啊修册啊就拢会讲一句啊这册啊即马几度啊即马有够大袂啊哦天要乌啊哦紧收收诶，就我人爱食米粉，伊咧发烧啊那种感觉。因其实咱嘛可能真想要来飞两个呀，但是因为因经历过，他们经历过了。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感觉，就是我想到我去自己去我去宜兰山谷去看到较早的这种咱用牛的犁田这种农法，哇，因为感觉有趣，还是一种回忆一种感觉，就拢会论谈一下。所以正经阿泽对你来讲，去年真正人生恢复自由，这一年外这一两年来讲，务农毕竟是你生活中嘛是一个。嘛算重心，这主要的工课嘛一定爱做的对啊，其他嘛还佫兼咧做其他的工课。做田你感觉对你来讲的压力敢有？本身做田本身是有压力，但是咱还是做较好一步压力。安那做？你咱卖好家己压力，咱卖好家己压力。田本身伊生长，那是伊的压力。咱会当放任卖插。咱看咱家己有压力无压力就好啊。你有感觉家己有这方面有变较豁达是吧？对，爱想会开啊。无唔对，就是啊，因为是安尼，因为就是过去放了想在做啊，哦，你的欲望越高的话，你就会越放不下。嗯，对。
今天阿泽、哦、其实平常时如对你来说要参加工作都是人权讲座比较多，都去做讲者，没有，都是 学校学校嘛、嗯哦、啊，还有嘛，常会参加台湾冤狱平反协会一些活动。今天来到我们教育电台大米的节目是在说做残，我是来说做荣幸可以让你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说一个不一样的话题。那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注重农村农业的这些我们的朋友太多太多，越来越多啊、所以已经不是过去了，工作做产说、啊、那没前途、啊、农村、啊、那没有进步的地方，不，我们豆豆在改变这些想法、嗯啊、复古、古早 传统的东西其实都很多都是很好，不是说都改变掉、啊、变现代化就好、啊啊嗯、最后想说今天是圣诞节啊，平安夜啊，阿泽、欸啊、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知道你敢有信用，信用、嗯、你敢有信什么、欸，应该是讲，我是对着厝的人的信用，落信用，嗯、家己无定立特别较有讲。伫咧家格内面，敢有去接触到什么信用？家格内底，伫看守所内底，各种信用嘛有啊、嗯，基督教、天主教、有佛教啊。所以你信什么？啊、因为迄是基因的问题，因为拄好判死刑啊，迄、那个受访伊安排迄个佛教的出家人。然后做辅导，可能就是这种机缘，阿姨伊就提佛册给我看，伊拢讲故事啊，我就看，我有感觉信仰是爱看家己的心，嗯哼，上重要。啊，你若有爱心，什么信仰拢好。嗯哼，所以圣诞节嘛，没特别安那过，好，家己过得快乐上重要。每一天过起来滋味，跟我很多形容，哎，今麦日子，拢是新的日子啊。嗯哼，对。每一天都拿重获新生感，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在你真够水的笑声里面，感谢你来，谢谢，多谢大明。